说只要我把这个拼图给拼好，他就会回来了，我要赶快拼，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爸爸了。怎么这里少一个？这样爸爸就不会回来了。不行，我要赶快去找一找。大鲨鱼，你嘴里吃的是什么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好的，给你看，我吃的是奶酪棒。大恐龙，你嘴里吃的是什么？能给我看看吗？给你看，我吃的是雪糕。大鳄鱼，你嘴里吃的什么？怎么这么像我的拼图？哈哈，就是你的拼图，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。你能把拼图还给我吗？我还要把它给拼好，这样我的爸爸才能回来。想让我把拼图还给你，你就要送给我很多的小能量。好，我现在就来给你点。我点点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小奥特曼，你点什么点？你点的小能量我一个也收不到，只有小朋友们双击屏幕点的小能量我才能收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这里的小能量了吗？赶快双击屏幕点一点，这样大鳄鱼就能把拼图还给我了。等了这么半天，怎么小朋友们都没有送来小能量？那我走了。小朋友们刚才肯定在忙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这里的小能量了吗？赶快来给我点一点，这样我的爸爸就能回来了，快快快。哇，我收到了好多小能量，好吧，换给你拼图。我要赶快把拼图拼好，这样我爸爸就会回来。